今天我们来吃个凉拌海带丝，海带丝拌鸭爪子。夏天小凉菜。我这个凉拌海带丝是用这种压缩海带丝做的，小小的一片泡出来可以加点胡萝卜丝，这些就是一盘，它是干净无沙的，姐妹们夏天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，拿来炒，拿来烫火锅都可以，干净无沙，它里面就只有海带丝，储存起来也方便，随便找一个角落放着放起来就好了。我把做法打到视频下方，姐妹们可以看看。饭有点烫。夏天拿来拌猪耳朵，拌黄瓜，胡萝卜丝。这个海带丝多包更划算，我吃了三家海带丝，就他们家的品质还是不错的。
我们今天吃个无骨鸭爪，还有鱿鱼、辣椒，还有这个啥，这个皮蛋，先吃个皮蛋，还有肥肠，肥肠被我压底了。葱葱的味道，闻到香味了，跑起来。嗯。叫那么好的鱼儿跑到后面去摆到。这茄子我不要，用这。老火不吃，我没健身。这个花椒鸡巴骨头，花椒，慢慢吃。